亚托克斯 Countering， 他们不会夺走我们的高贵。你要在战场上打死？知道吧？这是多蠢的念头啊！面对的是暗夜。哎，不对啊，这克烈是中单，我看他带的是魔抗，我操！是啊，这个上中单克烈，我操！为什么这只死仓鼠要我离开？为什么这只死仓鼠要我离开？蛇女上，我蛇女上可以兴虫了，对吧？为什么要叫兴虫？当然蛇女，我操！就要星十了，这个。我这边没带魔抗，没带复苏之风，前期不能换血了。我一级换不过，这还是个相位的，团一级团闪现的那个。他俩是换线了，我以为克烈上了。其实真来说，打蛇女应该一级直接跟他换血，因为蛇女一级不强，他二级强。二级有 Q 与 E 下，我是要与世界为敌。我把眼插了，一级突然拿了个真眼。Q Q A Q E A A 四四。哎呦，我这波应该往前走，你不该往后退一步。等个三 Q 一打呗。一打了减速。净剩五十，不过南墙也到了。我为什么感觉他移速这么快呢？耐心，亚托克斯，你要耐心，你的自由会来的。我感觉有点失误，我直接往后走好像。不会，南墙可以，哇，这南墙操作可以。囚禁我的人们，把人都给了我。痛苦的代价。这边拉扯有点问题。蛇女虽然说她腹地很强，但她一前期弱，因为蛇女的英雄她不能买鞋子，前期技术移速又低，你一级的话她肯定。一级肯定是 EQ， 然后一级学 E 的多，他学 E 那个 Q 双生毒牙没伤害呀，他得 Q 完人 E 双倍伤，打人很刮他一级，但我一级团上了 Q， 那 Q E A A 打吗？躲他个 Q A A A。出巨池打蛇女是真的随便打，太脆了。是你的赦免，这巨池就是蛇女的爹的，伤害太高了，一个剑锋他就扛不住了。他刚才是交替上来的，我是人主要是以为打克烈呢，结果克烈是中单，我操。细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有没有老哥能知道的？细狗是啥意思啊？别问这个问题了。这是不好的话吗？还是肮脏的 ？Q E W Q A A Q 三，直接回头放 Q 就行了。
我操，这种意思，那确实不能聊。我什么涉黄了，我操！我以为细狗是就是形容人很瘦的意思。我操，那还是别说话了，那还别说。我必须连同希望。神女很脆的，没闪的神女就纯玩玩物。一个剑锋 ，Q E W Q 二 ，A Q 三再 A， 小声点儿，这嘎嘎啥？这克烈不打伤。现在开始，小声怎么对？时间的尽头，我将杀你一遍又一遍。这锯齿的好处就是轻线前期的伤害都高。向我祈求怜悯，我要赐给他。A W 减速 Q 二，就是 A 人。别吃别吃。复活吧，归来吧。让我再杀你一遍。别吃别吃。这边他又闪了，不杀他了。我曾经抵抗。这没啥影响吗？还跟以前那样出装吗？我欢迎他。剑魔英雄不打呀。七档换线了，这边哎呦操，我已经出了，算了，这边护甲鞋吧，这边其实还是护甲鞋减伤会好一点。剑圣女警克烈，虽然说 CD， 哎呀，但这样 CD 确实少，其实应该 CD 鞋，护甲鞋也行，稳点。就前几档可能中冰刀二十，死物十五，影魔刀二十，这样的话，我操，我都不能打字儿。四十，五十五，那么多生命都有点少，待会儿再补黑切吧，提升点 CD。平时刚才去中了，现在一砸的，哎，空了，我去。那生日的英雄不能买鞋，他前期劣势的话不能买鞋子，你血线一压低他就没法拉扯了。他是等级越高移速越高，那等级起不来他那移速就贼慢，你先出个鞋子拉扯他，他没脾气。Q E 打的，像那个。你们这些凡人，让我替干净你的脊梁。你感觉我 Q E W 触发星石开大，他移速不够。哎，这一个大波罗，猴呢？嗯。这版本真的对野怪对。这版本真的对野怪没什么欲望。敌人虽重，一击皆死。Shut down。Q2W A。这是应该在那个三郎。妈呀，这蛤蟆忒肉了呀！我操。我得 Q 两组 Q 才行啊，蛤蟆钱也不多了。这版本也就打野打野怪快的，现在咱们这种线能去反对面野刷野真慢，好像有20%的减伤。一套就是秒了，
那那一套秒的不能让他触发相位。十六 ，QW， 双 ，Q 三 V， 这样行尸盾没掉，减伤。蛇女儿是真好打，只要你压制住单杀，单杀一波就随便打。不过那种老蛇女儿带点燃那种压制力挺大的，征服者闪现点燃那种，那种可能难打一点。像这种 TP， 只要蛇女儿带 TP 光盾这种连，这种打法稳健的，这种都打不了剑魔。就蛇女儿想打赢剑魔就得压，就带个闪现点燃压制 AQE。A 小碎皮子 A 一刀就死了。这是我给凡人的。神哥，那你明天有空吗？啊？咋了？我陪我送我爷去。我告诉你，老家贼冷，兄弟。我一猜你就是这事。不是，我告诉你，老家贼冷。冷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他天天哭，哭可以送他辅助一下，然后辅助一下再接回去，就回家看看。预算。哦，你抢我杀戮是我最后的乐趣。你刀。挑战我吧，凡人！我就在这儿。就这样。啥？这 CD 堆起来点儿，三十，还有个海克斯龙39。剑锋，我带给你最真实的赠礼，我带给你色王。一打不，色王，色王。星矢这个盾确实爽。啊，闪现儿。44，再来个这边对面没啥魔法伤，直接黑切吧。直接第三件补黑切加点 CD 吧，咱现在 CD 太少了。买黑切的话，能补 CD， 能加点血。角色上面有个龙。哦，这是新版惩戒，这是。你们的账都由我来清算。哦，这个啊，这个，就是决定要不要打。您这，然后点这个推进，点哪个来着？
点了个权力进攻，好像就有投票了，这个。新出的。我操，这毙了！你摁个 J， 他现在有很多很多东西了。现在就是这波你要干什么？打龙啊，还是要守塔，还是咋地？新加的是。EQA， 我操！我操！完了，我死了。嘎儿！哇，好帅！天数哥，大师。这买星石这套冰刀配冰刀，完后续补黑切其实是最好的选择。除非他家爆发高，四无羽毛刀护甲鞋以外，其实优势的话，第三件、第四件补黑切好。这样的话，你可以增加血量 CD 血这全部弥补了。冰刀减速，黑切加速，吹人也无敌。